女朋友呢？嗯，女朋友，哎，你慢点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许老板，哟，好久不见，最近生意还行？啊，挺好的。快坐吧。好。怎么他也来了？真是巧啊！看来这是天意啊。赵江月，你要勇敢，机会就在眼前，不要错过了。徐总，小罗，别走，别走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走吧。哎呀，好看，又变帅了。谢谢。过来帮我个忙。怎么了？假扮我男朋友救个场，算工作，不来算旷工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下周我要申请调休一天。同意。申哥，嗯，练车了。好，哎，我车放你这儿啊。哎，有事儿练车啊。欧了。那个，我不在，赵小林。欧了，欧了，我先走了。哦，拜拜。先考虑了很久了。张月啊，嗯，我们俩先走了。嗯，哦，好。男朋友呢？怎么还没来接你啊？嗯，堵车吧，可能。叫他快点来啊！对啊，你别喝点了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哦，徐总好，我们先走了。徐总好。江月，嗯，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哎，你女朋友呢？嗯。女朋友，哎，你慢点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辛苦你照顾江月。这是你助手是吧？嗯。徐总，我我叫他来接我的。哦，你要不要喝点茶，缓缓再走啊？哦，不用不用。嗯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下回见。慢点，你怎么喝了你？行不行？嗯。你怎么不喝呢？顾大仙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喝多了。你现在带我去买解酒药，送我回家，我喝300cc 的水都 OK。整体明白，这边。答应我，嗯，放我假啊？放什么假呀？我赵江月全年无休，我怎么没说放假？耍赖是吧？哎，因为，哎，啊，哎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他们就吃一口这个。啊，哎，新电影上映了，以防女魔头要我加班，约她一起去看得了。
嘉欣哥哥，原来你在这儿躲着呢，我找你好久了。我喝杯水。今天晚上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看迪士尼新出的公主动画片啊？不去，还幼稚。不幼稚，很好看的，你陪我去吗？晚上有事儿。那就周末吧。你不说话，我就等你答应了。谁答应你？那明天我们去约会啊，我们早上去看电影，然后下午去游乐场，晚上去吃冰淇淋，好不好？好。赵总，今天不加班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今天表现不错，奖励你提早加班。这么爽快，有我有安排没？一会儿跟徐总一起吃饭。有安排了，怪不得答应这么爽快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祝你们约会愉快。谢谢啊。先生，您一个人用餐吗？让我们的熊小姐陪您一起用餐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有我有安排没？一会儿跟徐总一起吃饭。你看你，又吃到脸上了。乖，来，我给你擦擦。淘气。哎呀，乖！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。Tom 就吃一口这个。怎么样？还辣不辣？这个。局长，这家菜品有点一般，下次还是我订地方。没事儿，你就吃个便饭而已。也是。哎，电话会议现在不行，我东西都在办公室呢。好，一会儿回去告诉你。你还要工作啊？